如果大家有留意我的 Instagram 或者有看我之前的片咧，咁都應該會知道我嚟緊揸馬，我係會跑呢個全馬的挑戰組嘅。咁因為是我初馬啦，咁我唔知頭唔知路。咁當然可以 Google 下，睇下日本運動員的片啊，睇下非洲運動員啲烏干達運動員嗰啲sharing 啊咁樣啦。咁但係咁唔一定適合噶嘛，唔一定適合我哋亞洲人或者我哋香港人噶嘛。咁所以咧，其實香港都有好多精英嘅全馬跑手啦。今日嘅嘉賓咧，就係依個本地香港嘅精英全馬運動員，我特登約咗佢，今日應該係跟佢跑長課嘅，咁就向佢偷下師咯，問下有咩 tips 俾我，向佢請教一下。佢而家仲未嚟，我等緊佢。今日天氣其實都 OK 嘅，都涼嘅，但係就少少落雨咯。咁仲好啦，未拍過啲雨戰俾大家睇，今日就可以拍俾大家睇啦，好熱血。跟住就好好彩，就有依個單車手啊邀請到今日。咁其實我約嘉賓嘅時候咧，係尋晚先約嘅，咁就好即興嘅。咁我就即管問下佢啦。跟住突然間復話 OK 喎，不如就聽日啦。咁就約咗啦。咁但係我係差依個單車手。咁喺 Instagram 度喺 Story 就問啦，咁突然間就有人肯喎，咁我就 OK， 我會出翻少少居馬費嘅，咁冇辦法啦，我出唔到啦，咁就出翻少少居馬費啦，又話同埋可以幫佢 promote 佢嘅 YouTube channel 啦，咁樣，咁就令今日嘅訓練日常成事啊，好開心啊！我今日嘅教練到咗啦。跑界姜涛，哇！除得口罩先啦，除得口罩呢度。我哋今日跑咩啊？其实我哋好即兴啊！我琴日问阿根，阿根突然间话 OK 喎，25K，即刻嚟，即刻嚟，今日跑25K。系点跑法啊？我好紧张喎！你琴日叫我瞓好啲喎，琴日突然间叫我瞓好啲喎，我就哇心谂咁一定好快啦。因为呢课咧系。嚟緊，我哋12月中去台北跑半馬，咁下個禮拜一又有呢個香港越野錦標賽，我都係，我都係。所以我諗今日呢課長我應該係最後一課。係點跑法啊？咩 pace 啊？我諗住頭尾咧就warm up 啦，就4分零鐘，跟住中間就3分40左右。好，我會進跟，進跟，換衫先。依家咧整裝待發啦，今日好開心，好好彩，請到阿庭偉幫我哋影，佢都有個 YouTube channel 嘅，我一陣擺翻喺下面咧，大家可以睇下，全部踩單車嘅，全部踩單車嘅，所以係高手嚟噶，我相信佢嘅技術，今日應該影得超好。佢應該跑得好快啦，一陣應該真係跑得好快，佢話。頭4K 尾4K 是4分15啦，跟住中間嗰17K 咧就係3分30幾、3分40咁樣，咁我就盡跟盡跟。你喺全馬你都可以傾，可能係 top 5喎，老婆。top 5喎，佢話我全馬都叫 top 5。你要跑幾多先 top 5？好興奮，我目標係第一啊！今天落雨，今天濕啲，係啊。我企下熱身先。要啊。哎 ，sorry， 你行。好。嚟啊。OK。
咁嗰個獎金你好似去到第十名都有幾百蚊美金，幾蚊美金啊都有，係啊，頭幾名多啲咯，佢今年我鬥志啊，佢今年加咗咯，即係嚟緊嗰屆，大家聽到啦，呢啲全部都係我嚟緊嘅海外比賽嘅經費嚟噶。之前佢全港本地第一名嗰個係3,400美金。佢嚟緊嗰屆加落去5,000美金。正，我跑唔到啊！本來星期六跑嘅，諗住，但係我冇入氣咯，搞得太夜啦。你禮拜五嗰個好近啊？我跑完感覺又唔係話好大喎，不過我星期六日朝早做嘢好攰。哦，係。正常。今晚我早兩日朝早都有活動，所以都跑唔到。好彩冇跑到咯，係星期六跑18K 咯，琴日跑16K。我嘅單手勁過好多，我想講，跑幾多 K 啊？幾時啊？啱啱嗰個380咯，15個鐘。跑到差唔多300。係啊，其實係差唔多，都要儲嚟做嗰啲。係啊，都係松兔啊，好似你哋話咩80 easy run 啊嘛，你哋話。係啊。係啊，我哋都係差唔多原理咯，即係季初就做多啲 base work 咯。玩體力嘅我想講你呢個 GoPro Grip 好渣，係啊，好渣。好，係咪要水？好，等陣攞翻啊！我直接擺低得噶，可以，唔緊要。OK。
几多 K 啊？頂住
啦，到啦。我哋依家4K 依时啦，完咗啦，今日就。咁我今日咧就有啲状况，我真系临尾4K 好攰。因为紧系加速嘅，咁但系我又跟唔上啦。佢跟加到几多啊？嘛，33:37，33:37，我就 keep 住3:45、3:48咁样翻嚟。我落力都系赚住。系，因为去到马拉松过咗20K， 其实先往合完。我一准备初马咧，首先我想问下你个里数应该系几多啊？我嗰阵初马咧，我仲记得自己准备2017年。三馬初馬嗰陣咧，一個星期係跑，比賽前兩個月啦，即係高量嗰兩個月係跑150K 一個禮拜，150K 係。我依家上到145喎，暫時都好夠啊。係因為咧，我初馬做樣比較癲嘅嘢，我就跑咗個40K 嘅浪運，一課，好長喎、啊。我記得嗰課係傾4:10去跑，咁強度走幾多日？兩日都係兩日，其他全部依啲運動。冇錯。咁我想問一下，咁跑緊嗰陣咧，你帶幾把 gel 比賽？嗰次啊？嚇！嗰次我帶幾把？平時啊？咁我連二六嗰次咧？二六嗰次啊？二六嗰次我冇帶 gel。我即係淨係飲嗰啲，淨係飲作勁。因為我嗰陣去鋸鏈啦，咁咧我就加碳加得好足嘅。我前一晚食飯咧食咗5碗飯，但係唔會唔舒服咩？少少滯滯地嘅感覺咯。跟住之後咧，比賽嗰朝又起身食早餐啦，再加上我條比賽褲咧冇袋嘅，所以我就唔帶著。啊，係喎，講起冇袋咧。Crystal 教我就話用 tape 度，用 tape 黐啲嘢喺入邊咯。係，可以又會實啲。係，不過你要揀啲靚啲嘅 tape。但係你係 tape 喺條褲度定 tape 喺即係入邊啦？你 tape 喺條褲度 ，tape 喺個身度，即係對腳度。條褲度，條褲度。咁你依家一個禮拜個 schedule 係點？講下講下 schedule 嚟聽下。好咧。禮拜一就通常瞓到自然醒跑，不過今朝難得約到你。今日早啲。跑完咧就翻去休息啦，跟住夜晚咧5:00左右出門，就去香港仔嗰邊，咁就跑一個2:00。跟住就7:00鐘教班。係啦，咁我 group class 咧逢星期一、二、三、四都有班。跟住有時加上啲 private 咯，冇錯，係啊。咁再加逢星期幾重課？逢星期一、星期四、一四，係其他全部 easy， 冇錯。加一課長課，長課有時睇，因為我而家星期六日都要教班，所以有時個長課可能喺星期六。嗯。變相我可能有時 interval 聽課都係。係啊。或者一啲花力咯。好少衝 interval， 因為 interval 冇乜用。都係嘅，其實咧，你跑得好快啦，你跑咗個速度，但係好多時你比賽跑唔翻個 pace 出嚟。係，尤其我哋跑全馬咧，係啊，即係想準備全馬咧。因為全馬你唔會喺度休息噶嘛，即係 interval 咧，可能個速度嗰一個鐘距離嗰啲啱啲。咁一射一重課，有時嗰個長課想配合呢個是但一日咧就調理輕鬆啲。因為咧，以我個 schedule 嚟講，如果練到好高質咧，係會掂當。咁 recover 咧 ？recover 你會點樣做好嘅 ？recover 按摩係嘛？係啊。按幾多次啊？一個禮拜？兩個禮拜按一次。兩個禮拜按一次。係啊。耐力項目嘅運動員咧，個 schedule 都係咁上下。都是 80% easy 啊， 20% 强度咁样。我咪踩单车都系咁，你可以讲呢句。哦，系啊，我系单车运动员啊，叫廷伟。咁啊，我都系
一個禮拜訓練量大概暫時13-15咯，遲啲會打到可能20-24度啦。其實我中長跑會有800米、1000米、5000米、10K、半馬、全馬咁樣噶嘛，單車都係。係。公路賽、要邊賽啊、踩鑊啊、即係上山啊、計時賽啊，大同小異。好啊，嚟啊嚟啊，你哋優先。幫我翻個聲俾你，你影到乜？係啊，我會，我近嘅啦，冇問題。有嘢講啊，等。我教翻嘅。單車運動員都係咁，鐵人都係咁噶。係。係啊，不過我要做曬三項啫嘛。咁個肌肉就密集啲咯，再。但是主要睇啲 Junior 個感覺先。係 ，Junior 幾好，成個冇咁唔易啦。資訊科技發達咗啦，我覺得新一代啲小朋友咧，即係打起電話接觸到資訊啊嘛，佢哋睇嘢多咗，諗嘢多咗，其實係某程度上成熟咗嘅諗嘢，所以個視野大。係啊，視野大啲，個訓練上去都自律啲，同埋早啲會知道自己想要啲咩咯。加上屋企人 support 咧。是啊，新一代年輕家庭咧，即係屋企受過教育的都多啲啊嘛，咁所以佢哋即係收入好少少咧，又可以 offer 多啲俾自己小朋友，所以依家係唔錯啊，有資源咯，有資源發展，係，所以每個運動項目嘅發展應該都會越嚟越好啊，依個係我嘅睇法，有咩意見 ？Comment， 真係啊，理性討論啫嘛。我哋都有啲 common friend 啊，係啊，因為我細個玩鐵人嗰陣咧，我都有參加單車比賽。啊，咁嗰陣同我同輩咧，即係我都識我單車港隊嘅朋友仔啦。啊，咁我輩就係尹希尹佑喎。係咯，尹希尹佑係同我同一個車隊。廖正賢咯，廖正賢，我係小學同學嚟。哦，係，又一齊踩步費，同一隊車隊。啊，廖正賢而家都仲踩緊港隊嘅單車手，踩得幾好添，我加油啊！有攞過亞錦。智商嘅代言人。系咯，跟住仲有啲做紧教练嘅嘉瑜咯，你识唔识啊？阿嘉瑜都识就黄叔咯，啊，系啊，系咯，佢都做紧有自己职业啦，系啲人生啦。但系我见佢哋都好积极推动单车发展嘅，因为啲单车联会嘅比赛，佢全部都喺柴道帮手。系啊，佢哋好多都系考教练牌啊、裁判牌啊嗰啲。冇佢哋冇运动员啊！啱啱咧，已經跑完場，有咩諗？你今日有咩做？嗯，翻去休息下，之後今晚就去香港仔嗰邊教班。係啦，咁咧，毅根係其中一個跑手，就以教練為職業啦，應付自己嘅生活啦。咁其實咧，喺日本咧，日本又有另一個文化喎，好特別嘅喎。我請你講今日。呢個係咩文化？日本咧就係佢哋通常咧好多大學生咧畢業之後咧，講緊跑得好嗰班咧，佢哋都會俾一啲實業團去睇中佢哋啦，就係一啲大公司、大機構，咁佢哋就攞一嚿錢出嚟，就成立嘅一個實業嘅團隊。係啊，就咩運動都有嘅，簡稱為實業團嘅文化啦。咁其實有好多強弱，即大家熟嘅就係日清食品啊 ，Toyota， 係 Toyota 啊 ，Suzuki 啊 ，Honda 嘅 Shadow 啊，係 Honda 啊，日本航空啊，即係呢啲好多嘅大企業咧都有實業隊嘅。咁就唔係淨係跑步嘅，即係其他運動項目都有嘅，嗰啲游水啊、棒球啊，總之所有都有咯。跟住人哋嘅每年嘅比賽咧，都有啲咩全國賽。所以其實呢個文化係好好，大家繼續追夢之餘，又可以應付自己嘅生活，都其實係好好。咁啊，香港就未有啦，咁大家就用自己嘅方式嚟繼續跑步咯。我翻眼就已經教練嘅形式嚟繼續應付自己跑步嘅人生，繼續追夢。係，係咪 enjoy 噶？都 enjoy， 因為教跑步都算係自己興趣嘅。系啊，系咯，几好啊！咁好过去做一份自己冇兴趣嘅工。
啱啱，我好巴黎根，都問黎根一條問題，大家有睇嗰兩條前兩條片咧，應該都知我想講咩。有咩炸我條件？炸我條件？其實我問炸我條件啫，就算有另一半你都可以答噶嘛呢條問題，係咪先？咁我諗最重要係都中意跑步啦，因為跑步算係我暫時嚟講工作都係放喺第一位，即係都有關。都是跑步的，要喜歡跑步。OK， 是的。第二可能就比較耐性比較好，即是好像我的 schedule 比較是比較快得比較慢，所以就可能未必會有很多時間去跑步。是的。第三個，最後第三個，我覺得最重要是相處到，我想可能價值觀，價值觀嘛，依、這個第三個，依、這個都好緊要。因為價值觀在香港嚟講係好難，因為很多嘢都會用錢去衡量、去衡量、去睇先，係啊。所以我覺得大家嘅價值觀要一樣。好高質，好高質啊！暫時係最高質嘅一個條件咯。係啊，不過我都好認同，但係大家咧就冇乜機會啦。因為大契根就心有所屬啊，暫時講笑啫，講笑啫，講笑啫，講笑啫。今日好多謝契根侵我跑呢個長課，好即興啊！係啊，好即興啊！其實我係尋晚嘅八點幾問佢可唔可以同我一起拍個長課啊，因為我想請教一下我初晚應該點做啊。今集其實係呢個渣馬系列嘅第一集，即係我準備呢個全馬嘅第一集啦，咁就要。就是要問下你可以應該要怎麼做的，所以今天是開始的，今天是第一集，跟住我們就約啦，我就昨晚約黎根就問可不可以搞一課長課，即是這樣說就明天就今早，我那好啊，沒問題啦，但其實我是有點累，因為我這兩天工作有點長，我有一點累，那就不要啦，這麼難得夾到，跟住又請到我偉來幫手拍咁頂硬上啦，點知今日係跟一家我就跟唔到，因為佢一家我就跟唔到，但係臨尾都 keep 我 keep 到個速度嘅，係啦，你又跑得更好啊，你擺咗少少，咁係唔錯。嚟緊都會繼續約毅根跑下長課，咁啊都會請馬偉咁樣繼續影俾大家睇下咯。希望夾多啲人，係咯，希望夾多啲人啦。大家如果有興趣都留個 comment 咯。可以中間加入四五 K 咁樣咯，唔使一定跑曬嘅，唔使一定跑曬，就係咁樣咯。下條片見，拜拜。